有你的帮助，异变者暂时被控制住了，剩下的事情我们自己处理吧。通过旁边的这扇门就能继续往下走了。感觉他们隐瞒了好多。跟我们没关系了，离开这里吧。哟，回来了，玩得开心吗？按照你的计划，他已经开始觉醒了。我在他身上嗅到了法域的味道。那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居然和法域有关。他是当年议会投放到人间的解决方案，也是执行人计划里的必要一环。执行人计划和这怪物有什么关系？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，不过只要他进入觉醒状态，那么谁都阻止不了这一切了。我们得到仪器也只是时间问题。仪器？一个蕴含巨大能量的武器，它能连接高维度空间。原来如此，你是个疯子。你要的东西准备好了，不过我需要测试几天，那东西还不能投入试验。我给不了你那么多时间。这东西如果失败了，会造成小范围空间崩塌。如果你想复兴你那个该死的家族，就赶紧把事情做好，抓紧时间，同时确保万无一失。哼。哇！
你知道这些是干什么用的吗？不知道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结构的设施。这个地下到底有多少秘密啊？如果不是来找 Lion， 我们来这里探探险感觉也非常不错。我们继续前进吧。想通过这里，必须要接受了。哼，这些恶心的生物，达利已经被你们玷污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
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 N530 这东西就是从水中提取出来的，好像是因为地震导致原本的某些东西泄露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没有找到 N540， 先知告诉我 N540 是一种更加提纯的液体，它能治愈我姐姐的疾病。
也许会有直接连通那里的通道。这看来考格鲁姆系统应该也没办法强撑过去。林，那边的通道是通向哪里的？那些蠕虫分泌物结晶和尸体融合后产生。达里，你不用这么认真回答的。
这个水利设施是用来过滤整个湖水的，据说是要提取什么东西，难道是 N540？ 它是由水中提取出来的。但是问到更多细节，先知就不说话了。这个所谓的先知应该隐瞒了一些东西。
是带我来到了这个地方，告诉我这是地下防御设施。我倒不这么认为，或许在进行着某种研究，用来做什么的呢？这里随处可见 M 三零，这是不是意味着我马上就能找到 M 四零了？
我来晚了 ,A540 已经被转移，我还要继续寻找，希望姐姐的病情不要恶化。另外那件事其实姐姐不用自责，所有人都没有责怪姐姐。拉雅，你的弟弟一直在想着你啊。全都是因为我。